今天我们干嘛呀？我们弄到身上，行吧？啊，太极拳对身法的要求是什么？大家告诉我，立身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吧？我们身体要中正、安舒，所以我们打拳，你看见没有？我这个呆，我立身中正，我立身中正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一会儿让葛金老师上来比划比划。歪的，得不知道该讲，真不敢提一下。哦，葛琴老师是吧？一会儿你不愿意让他比划比划，他老是歪的，是不是？那他不就违背了立身中正的要求了吗？所以我们一说立身中正，大家讲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大琴你别歪啊，千万别歪啊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强调这个立身中正别歪啊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你看我们一说立身中正，是吧？我们要中正安舒，天天我们就知道了，最后把自己打成木棍儿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了解了解啊，他这个中正安舒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要中正安舒这四个字儿，每一个字儿内容都不一样啊，身必以端正为本啊，哦，所以身得端端正正，是不是？太极拳不能晃悠啊，武术可不是，刷一拳过来，你记住马上躲过去啊，一样的。我还是在这儿讲，能看见大家啊，看看拳论。至于身法，原无一定，无定有定，在人自用，是吧？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没有一定的东西，是吧？横竖颠倒，立坐卧挺，前俯后仰，齐正相生，回转以侧啊，肩越其中，且那个节中啊，千变万化，难会其形。哎呦，什么形啊？什么形都行，是不是？那大家就懵了，你看见没有？那我到底是啥样啊？乱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看看太极拳论啊，他告诉你，打拳原是背身法。背身法是什么呀？什么叫背身法呀？修身之法啊，打拳原是修身之法，叫背身法啊。身法有正有斜，有直有曲，有顺有逆，有偏前有偏后，有偏左有偏右，有偏上有偏下，有在地上坐，有在空中飞，有宿住有散开，种种身法不可枚举。节有中气以贯之，此临时以意会之自知啊。我的脑袋意会了，我自己知道我咋回事儿啊。你看看他东倒西歪，是不是？又在地上坐，又在空，又宿住，又往里，又往外，对不对？又散开，是不是？种种身法不可枚举啊。但是他告诉你了，皆有中气以贯之，此临时以意会之自知。让他告诉你，你看他乱七八糟的，其实他都有中气以贯之。老师们又懵了，中气是个啥玩意儿啊？是不是？哦，这身法闹了半天，中气以贯之，啥是中气啊？都是太极拳论啊，所以大家不用看书，你看我帮你们看啊。中气上自百会穴，下贯长强穴，是哪儿？尾巴骨最底下那点是哪儿？长强啊，从上到下贯。哎，我们这一日从哪儿贯来的？
进。这忽然我不知道叫什么，里边那叫什么来着？啊，泥丸，就到嘴边说不出来了。然后吃，一直穿到哪儿啊？下单，对不对？记着啊，慢慢，你把这段练通了，再一扩，上通百会，下通会阴，从长强下至会阴，啊，你的气真的就穿成一块儿，啊，下贯长强穴如一线，以中心之中气运于四肢之中。中心中气是中心是哪？